您的小甜心已经到货，请签收吧。哎，我真的错了，就原谅我吧，我保证，我下次呢，尽量不去了。这是你说的？嗯，我说的。那你不生气了吧？这次我也有不对，控制欲太强了。控制欲是指有较强不安全感的人内心恐惧的外在表现，其通常通过高压控制来避免他人对自身的意愿违背。防治的方法也非常简单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勉强你自己，我们能求同存异。哎，走吧，我点了很多甜品。你怎么会确定我今天会原谅你呢？那可不，我可是姐姐的小甜心。走。不该让你吃那个什么酒心蛋糕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姐姐真厉害，真能吃，真不错呀。林然，你最好趁早把那个什么赛车给我借了。刚谁说的那个什么求同存异来着？借借借，立马就借，明天就借。